我的名字叫做燕燕。我这边有名牌哈，只是被挡住了啦，没关系。对，我叫燕燕，然后今年大四，然后我喜欢音乐，大家也是喜欢音乐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对音乐要有热情，哦，不可以太阳不见就没有热情哦。麻烦你。大家好，我叫余生，我是三年级。对啊，我也喜欢音乐呢。来，有点尴尬哦，现在有点尴尬。是啊，你的腔调有点怪怪的，是吗？对啊。对，好，他是谢余生哦。对，那余生，那我们会叫他谢余生一片哦。对，那燕燕嘛。那我们要带来的歌就是往后余生。不是，我不是，我没有准备这个呢。对，好了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哦。我们今天第一首带来的是来自动力火车的歌曲《彩虹》。彩虹。全力
也要翻一段小龙龙了，我爱你不必认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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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多太多太多。